还行吧，我很黑啊。这小炮疯了吧？看到人头，这都要上。这些人都是看到人头疯了，我发现了。那这样就还行啊。这对面这都要交闪应换人头。我这把搞个大的，进步并处于一个城市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随机拍他吧，W没有晕倒，这是重刃，这三环不好打。有点痛啊，这个台没躲掉，吃了波满的。感觉有点东西啊，小戴岩拳。不好意思，你们先退了，回家了，回一个状态。回了，那这个线我可以卡，这个线往我这边推的，把线卡一下。每一秒都很重要。我的过去常常在追赶着我。打个三环，对，这一套很赚，一套下去他技能好不了，他技能没我快的 ace OK。 我这一套技能是比他要快的，开个重复模式上电视，冲个奶茶，没卡牌子兄弟可以卡个牌子，一毛钱礼物就可以卡牌子。耐心，那是什么？眨眼，这把还是不好赢。你把压力都这么大吗？
这个大便算了，有一下，没跑掉。我一好的时候，他的技能好不了。 又炸穿了！你在这里回家，你是有点看不起我。这一个三环就带走了，配合电线。看他上线了。 再配合我无情猎手，跑得快一点。现在就推线游走吧。这个节奏就已经是中单克最舒服的节奏了，能随便的一个 Q 把线清了，而且对面中单给不了什么压力。 这个塔别得吃一下，你很凶啊！你很凶啊！熊，你再凶一个！你在，哎呦，怎么卡了一下？但是不影响。 小伙有点膨胀啊！回家。 等一下钱吧，这波乌鸦直接出来了，发育也很好。我靠，压力又这么大吗？我喜欢。这岩雀中路不要了呀，跑上路去了。先把中线推了，不急。马上10分钟，我 TP 可以 TP 了，可以 T 小兵了。这波线推了，看要不要 TP 支援一下。先拆塔。 没杀着岩雀，还没闪呢。追一下，大招跑了，假装走了。他应该不想走的，我就知道，跟你玩心理，兄弟。假装走，他想回头再来吃这个果子。600块，好起来了。
回家。蓝不多了，直接读书的话算了，先买鞋吧。直接读书有点不好，主要这把队友炸得挺厉害的，稳一手。AD 八百块，这岩雀不中路不要了，又跑下路去了。预判一下，下次 W。OK， 预判到了，二段刮死，直接走，休息自信。他肯定会摸小兵走的 ，W 直接预判他位置。这岩雀中路玩不了了，一直瞎跑，不用管他，先把中塔推了。看一下什么情况了，我把 W 交了。来插针落手吧，没闪现，这个位置插走不了。看到照一下，他急跑了。三环二段刮一下带走，扑上来打个三环。明确现在见到我一套就一个三环他就没了，他非常之难玩。这个小炮一千块啊，先回一波吧。读个书，再来个九百。每一秒都很重要。现在找机会杀一波小炮就好了。来嘛，让我看点新东西。下路可以来越，好像对面中野应该也在后面。瞎子不在，就三个人。先杀一个，这个 Q， 大刀躲一下。有闪吗 ？OK， 稍微躲一下，反手打他一波，稍微继续躲。算了，走了。中线推一下，2100块。回家。2100不太够。小龙25秒。进去试波中路吧，完了，漏了个大的，还有水银鞋，打个视野。打闪，大刀躲一下。出把线推了，哎，他把自己卡过来了。哦，
哎，我被晕住了，算了，我没大了，得小心。这波卡面框我，对面可能能硬杀我。我大人头加三叔，不能给他们机会。应该不敢来了，这波可以去抓诺手，先补装备。来上路推，这波诺手没魔抗的，我这个装备随便杀。来他后面，这诺手肯定会跟剑姬打，往前压就好了。有眼看到我了吗？没事，这波直接上路推过去，来直接推。别被他拉到了，骗一下。这波上路人可能有点多，但先把塔推了，没事。对面四个人可能都在的。一个 W， 到一个。先锋推吧，我这都很厚的，你敢上吗？我得走了，贴中路去，中二塔推了。因为你想过来帮我，蹲一下吧。小炮向我前走，丢个 W。应该打得过，瞎子水银鞋加隐魔刀了要，我杀他有点费劲，可能再打三狼吧，三环带走。这个岩雀现在在我面前就是小鸡，二塔的话，不要放弃，直到做对为止。哟，哎，大刀躲一下，大刀大死了。二塔推了。我还硬追了，塔个视野，丢个 W。上诺塔要没了，我这个难不多了。回家把帽子够了，帽子够了。戴帽子的家伙都不怎么好，但这东西很帅气。上线推过去吧，小龙三十秒，线赶紧带一下。一七零二，我这个顺序好像有点不对啊。
现在除了这瞎子，没有人扛得住一个三环。瞎子大眼魔刀加水银鞋，还是挺肉的。先把钱带过去，别急。绕一下，顶着护盾上去跟他打。闪现完美了，这局我可以买个金身，其实把穿都不是很需要，不然被青钢影框到的话有点容易死，而且被他框到我就得开大，我有金身我不怕他框我。先去刷只岩雀，这边应该能碰到他。上线继续带吧，诺手没魔抗的。随便杀他，哦，有魔抗了，买了个小影魔刀。这一下劈不出来，他很急。他劈出来，我也能用大刀躲的。晕住了，但他跳走了。带走一个先，不好上，算了吧，不到了。撤吧撤吧，我操，再不走，还想追？算了。我打个药的钱，OK， 正好60多。他有大影魔刀了，我得还是得出法穿，我再换吧。等我后面有钱再换，鞋子换个法穿，或者上书换个法穿。秒我吗？我大招很快的，谢 WXS 送的空降。上海先推了一巴掌，开掉，拉扯的诺手一下，丢一下。
这边也退五杀，剑圣躲大招，但是好像杀不掉，这个人不出来吗？别走了 ，OK， 结束。 这把够大了吧？我就问你这把大不大？我说了这把搞大了，就搞大的。